昨天最后有去运动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我还拍了脸色特变的那个东西，脸色特变的那个什么20连拍，我可以把它 PO IG 吗？脸色特变。老死不相往来啊，三妹。不会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那我播了，干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是菲欧拉。等一下，来不及，啊，来不及选了，靠背了，哎呦，我的大，哎，我其实不想玩这只啦，我真的不想玩这只，对我来说，蛮王已经得不到乐趣了。Kill 了的话，友谊小船会不会漏水笑的满地打滚？我的密码不正确，不是啊，我从来没有登过 IG 啊，他怎么报登出了？你看 relaxing 234也是我，我之前讲到他妈谁注册我的 relaxing 234，妈废物废物，谁注册我的 relaxing 234？妈害我不能用 relaxing 234，原来是我自己啊，原来是我自己啊，哎，想戳我弱点，哇，被戳到了。哎，弱点一直出现在旁边，好狗啊！我们做人比较北蓝，不给经验。被扛着，没有被扛着，这是技术线五五开，但是套用驾驶员以后并不是五五开啊。虽然我现在只有一刀啊，但等一下就单杀他了，真的。小丑。怎么可能会输给这种人嘛？那我的蛮王是大师水平，怎么可能会输给这个地方的人？是不是可以不用闪现？一定要闪！我如果中那个反击，我会被环到动不了。我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即使交了闪还没杀到。你怎么这么可笑？真的啊，弱点就刚好在前面啊，真的啊。我每一个弱点都刚在前面啊，他运气就这么好，我怎么不想理你啊？你就像个小丑一样在那边跳舞。哪个机器人？啊！哪个机器人？五郎悲喜哦！干你老师机器人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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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丑双人组。好烂！哎，好、啊，哎，怎么下路又爆了？不是啊，机器人刚刚不是在上？哎，是 EZ 打二吗？六分半，我要看 RP。如果是的话，我就捡起他们。来啊！不急啊，我们不急着要杀人，真的，蛮王真的不用急。小丑，我说了，小丑就是小丑，还不想回，还不想回家，哎，还不用开大，这很正常。我是一个低能儿，可以按 Tab 加 D 跳舞吗？帮我背他10分钟，谢谢。这个我一向都会把智商低于87的观众给 ban 了 啊！这个人居然觉得我的智商低于87啊！我的智商明明就150，他居然觉得我的智商低于87，想要骗我啊！所以我们他就是智商低于87啊！真痛！呜！嘿嘿嘿嘿！贝贝，10分钟而已啊！贝贝，10分钟，我也当作开个玩笑啊！这是个就，这把人马很照顾我。跟你们讲，英雄联盟不会去帮一条爆炸线的、啊。这只线就好啦。直接开撞。晚安，史丹利叔叔。晚安，史丹利叔叔。我家有五只猫。晚安呐、啊，我家有五只猫。你很固定哎、欸，你都是10点多会来找我，然后大概12点多就会睡觉。哇，每天生活作息都很规律、欸。谢谢我家五只猫的懂内。直通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不能出孤儿，我看起来得出狂风之力。
不然会拿经济做不了事。毕竟我现在手上握着大量的经济，我要能够确实的把他们给怼了。安娜遇到鬼喽！What happened to your voice？ 啊，我们这个刚睡醒而已啊。啊 ，just wake up 啊，这刚睡醒而已啊，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。十二分钟而已啊，哇，才十二分钟，我居然已经达到这种肥度了，我都忘了才十二分钟啊。我看起来就可以一打二把一直给砍死。大家帮我啦！还会有健身直播呢。啊啊！你确定不怕我吗？你们两个确定不怕我吗？啊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钱刚好啊，就出了吧。我跟你讲，出门不要卡装备啊，你钱刚好你就买就对了，就没有差啦。蛮王买那几，我跟你讲，玩蛮王哦，那这什么夺魄啊，夺魄啊，纳奥吉刃啊，蓝切啊什么的，艾亚都一样。我跟你讲，你第二件随便买，反正你第三件买艾就对了。后方进场，哎，是吧？是吧？这么干脆就是，别说了，哎呀，就是这样子啊！玩蛮王又太强了，玩蛮王又太强了。这是什么？安娜，安娜卡丁，安娜卡丁。小鸡，你想上去，鬼步开启，你没了，你没了。你要打算什么了？你看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下路会出现吗？因为这个雷欧娜，他连我大绝还没结束都不知道，在那边帮我放这个盾。我看到那个操作，我就知道他是个白痴了。那难怪他下路会输。无情爆破！哇，这么疼，这么疼！人马别送啊！开转！该来找菲欧拉领钱了，很久没有找他领钱了。安娜，你今天过得好吗？好像想，好像很强啊！他好像很强啊！怎么有一只狗躺在这？我想来看看这只狗狗。我有点晕啊！那怎么会有只狗躺在路边？好扯！怎么是撞心肝线？很好笑吗？感觉是在消费人家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我通常是不拿生死开玩笑的。跳！哎呀，轻松！哎呀，怎么玩蛮王那么强啊？真是的。实际上人马比我 C 一点啊，毕竟我那一波本来要爆炸了，那人马神救援了一波，我倒波了，怎么办？哦，会不会之后不能跟特哥双排啊？应该不会吧？让你们知道啊，只要实力啊，现在我们是一个大师，钻一大师的主播啊，只要实力在那个地方，这个包我是不可能会输的。我即使等下六分钟 RP 了，好，看一下，是，在前面一点，看一下，哦，原来是被 gank 啊。原来是被 gank 啊！你换一个掉了，不错啦，哎，不错哎。他们原来是被吸奶，然后换一个掉了，哎，不错啦，我们错怪他们了，他们其实不错，至少没有我想象中的烂，真的。史丹利他就是智商低于八十七啊，真的是白痴那种。干又来了，这主播废物，小丑，这原来是我自己啊。好狗啊，史丹利，啾咪，真的是小丑。这主播他前面赢线只是运气好而已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他运气就这么好啊，有够夸张的。史丹利，你就像个小丑一样在那边跳舞，我他妈要轻轻抢着我的智商低于八十七啊。